黄龙签下24岁天才，要接班胡明轩。如今的马上联手起了彭世俊，更是选择了回归特训。而目前的周琦跟薛洋，更是寻找着辽越的交易方案，渴望能找到新的下家，能够在 CBA 继续去争夺冠军。跟大家讨论一下三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如今的广州队签下了24岁的天才，而且呢要去接班胡明轩的位置。谈到近段时间胡明轩，他确实呢在后卫线的位置上没有打出以前的 MVP 水平了。因为呢到了欧洲集训的赛场，据了解，胡明轩以他目前的发挥水平呢，根本打不到国际赛场当中场均20分的数据。过去的胡明轩确实呢有很顶尖的发挥，但是直到目前来看，胡明轩他的状态下滑确实有点明显。接着呢，广州队其实呢在二号位上呢已经找到了胡明轩的接班人，也就是呢能够跟胡明轩进行轮换的主力，他就是来自选秀大赛当中非常优秀的张文毅。张文毅这名球员身高1.93米，他能够在后卫线能够很好的持球突破，同时呢能够串联起球队，打出关键时刻的绝杀球。据了解，这一位来自山西大学，被称之为后卫双子星的主力，那么张文毅呢被广州队朱芳雨拿下来之后，新的一个赛季呢将会带队来征战，成为了后卫线呢最优秀的一个接班人。据了解，张文毅啊，他在过去的山西队以及呢在大学生联赛当中都有很不错的发挥，直到目前的广州队之所以把张文毅给签下来，正因为看到了胡明轩状态下滑的影响，急需呢找到一个核心的接班人。而把胡明轩搭档上了张文毅这两名选手重新的组合到一起，在新赛季呢一定能够打出不一样的轮换效果，打出广州队该有的后卫水平。与此同时啊，广州队具备的后卫三少，无论是徐杰、赵越、胡明轩，另外呢再加上了张文毅，很有可能会组成后卫四少的阵容，让人期待。第二个方面，广州队的第一外援马上布鲁克斯联手起了第一前锋彭世俊，更是呢选择了回心转意。目前的杜锋呢也原谅了他们，把他们呢重新纳入到大名单，也就是呢回归到了团队集训。因为谈到近期的马上布鲁克斯一度呢被爆出跟广州队之间呢存在的隔阂，也就是呢双方之间多少存在一点恩怨。但值得开心的是，马上布鲁克斯呢最终啊也经过了综合考虑，了解到了自身的处境，他也深深的明白自己呢是非常掉价了，因为呢受过大伤，同时呢个人的年龄不断的增长，要不到更高的合同了。如果马上布鲁克斯继续坚持180万美金的合同，广州队肯定会拒绝跟他续约。目前的马上布鲁克斯已经回归到了广东宏远俱乐部，据了解他要参加球队的集训，因为呢马上布鲁克斯他也深深的明白，只有继续留在广州队把冠军重新拿回来，才能够开出更高的价码。如果说呢他直接现在就跟广州队提出180万美金的报价，那肯定会受到拒绝。目前来看，马上布鲁克斯还是愿意降低薪资留在广州队的，而彭世俊更是一样的道理。彭世俊还没有在 CBA 打出来，还没有成为广州队一线的队员，他就开始有点浮躁，有点飘了。因为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彭世俊被称之为广东队青训的第一前锋，他个人的单场数据连续飙到了30分以上，确实呢有不错的发挥。但是彭世俊他没有清晰的意识到，能不能在 CBA 打出来还是一个未知数，只有在青训队伍当中有不错的发挥，还说不上顶级的选手。因此彭世俊呢近段时间他想要离开广东队，但是呢其他 CBA 的球队没有愿意把他给拿下来的，所以说呢彭世俊还是乖乖回归了广东队的怀抱。而且呢杜锋主教练也深深的明白，后卫线的马上布鲁克斯跟前锋的彭世俊这两大球员在新赛季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只有把这两大主力纷纷的留下来，才更加有机会争夺冠军。因此广州队还是非常的大度，把马上跟彭世俊呢更是邀约回归，选择把这两个人呢继续提拔上位，让他们去征战一线的比赛。第三个方面，周琦跟薛洋寻求辽越的谈判方案，渴望呢去到新的下家，有不错的发挥。谈到周琦大魔王呢，确实在近期也闹出了不少乌龙，尤其是周琦他跟薛洋二人，据了解更是狮子开大口，也就是呢拒绝了各大球队，哪怕说被称之为 CBA 最有钱的战队，也就是上海队，都被周琦给拒绝了。因为呢周琦通过这笔交易呢得不到很好的签字费用。与此同时，北京北控还有首钢这两大球队也说得上是很有资金筹码，还有
不错背景实力的战队了。但是呢，这两个球队呢都纷纷被周琦还有孙杨给选择了拒绝。据了解，孙杨呢他也渴望从中大捞一笔，也就是呢能够赚到他人生中的一笔财富。但没有想到，首钢队呢才不会做吃亏的买卖，首钢队也不愿意呢给到孙杨经纪人一笔签字的费用。因此接下来的周琦跟孙杨渴望跟广东辽宁这两大战队寻求发展的机会。一方面，周琦无论加盟到广东还是辽宁都有机会争夺冠军，而且呢这种信心跟底气都比较大。另一个方面呢，其实广东队的这边呢，如果说能够把团队当中的一些优秀的球队给说服，能够给到周琦和孙杨一笔费用的话，其实呢辽粤这两大球队呢也有机会跟周琦达成交易的。只不过呢周琦必须把他的签字费用降下来，不然的话要达成交易难度巨大。大家认为周琦去哪里更合适？新赛季看好哪个球队？欢迎说说您的想法，谢谢大家。